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去世奔忙，终身神鬼繁衍出荒唐虚像。你是漫漫长夜里痴痴浪荡，于是秋月春风它都无关痛痒。日月太漫长，终才浓墨点到了深香。柔色娇妆，这是有模有样，放松。显得比较立体，就这样点。不，你现在就对他们做。这个吗？短时间内不要要求他出镜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野，我就是那个宠粉狂魔。因为上次看到你们说想看那个给男朋友化妆的视频嘛，所以今天就又把他拉过来了。所以我又回来了。情绪一点都不高亢，很不情愿的样子。然后因为他的情绪不是很亢奋，我就让他去抽根烟冷静一下，所以我们就来先聊聊天吧。之前看上一个视频，我还看你们的弹幕说有点像姐弟恋，怎么可能？我们俩是同年的，但是他比我小几个月吧，也就。然后我觉得给男朋友化正常的妆吧，或者是化女生的妆，别的博主也都出过了，我觉得也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就想给他画一个朱一龙之前在那个幻乐之城里面的那个小丑的造型。我觉得他那个造型还挺好看的，正好现在也是十月份了嘛，然后也快要到万圣节了，就觉得还挺应景的。就是这个小丑的造型，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他的发型，我今天也打算给他做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的发型。好了，差不多了，我们该开始了。然后我打算先给他修个眉嘛。没电了吗？有电，好像是快没有电了。换个电池。不换，僵尸。僵尸。将就用吧。别老看镜头。笑什么？眉毛就简单修一下吧。糊弄我。接下来呢？画一个美美的妆，上底妆，不对，喷水，你自己喷一喷吧。好了吗？好了，拍一拍，不用拍。好，我好白啊！你再往那边点，急死我了。然后上底妆，然后上什么底妆？然后给他涂一点大宝，让它滋润一下。闭嘴。然后在上底妆之前，给它涂一点那个白白的妆前乳，抚平一下毛孔。他太爱驼背了，他再一驼背就是都要驼到那个镜头外面去了。没了，没死。好，接下来我们该上底妆。上底妆，正好我手里有那个 Everygirl 那个纯白色的那个粉底液。像不像那个刷大白？我还是第一次给别人直接用这种白色粉底液上。怎么办？平常是干嘛用的？他平常是调那个粉底液一起用的。向上看，向上看，上上，哎，对。哎，闭眼睛，
蜻蜓币都闭上，都闭上眼睛，都。嗯，海绵蛋按压一下，半边脸，那半边脸你自己上怎么样 ？OK， 没难度。你一会儿就自己刷一下，按到我，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啊。No problem. No problem. 哇，好认真的样子。这种你要稍微快一点刷了。哎呦，向上看，用侧方，鼻子用刷吗？刷了吧，你都自己刷了，刷了好了。No problem. 眉毛用刷吗？不用不用。哦呀，又做头发。有。我有没有用海绵蛋按压一下？待会儿再按压。我们大家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美术功底的。我很强的美术功底。他一直觉得我化妆非常的简单。你都自己来好了，今天按压了，会拍吗？我这么白，哇塞了，这是有模有样。你指挥组都没见过猪跑吗？你今天就是喊大美。嗯，没，一直都是。你像平时画过一样。天生就有这种天赋。好了，耳朵又没有画一画。不用，戴一戴吧。哎，你自己来吧，我觉得我有点多余。走吧你，然后下一步呢？说实话，你刷的不错哎。哼 ，No problem。那么一旦咱俩说的错了怎么办 ？No problem， 本来就是错的。没问题吧？百度一下。你个文盲，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显得我也太黑了吧。啊，没事，本来也不白，这边不均，不可能。见了别人好，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对，承认我比你有天赋就这么难吗？对，闭上，放松。你没看过那个放松，哦、好黑呀、啊！配白双杀，蛋杀，蛋杀，然后上点定妆粉。我来吧。嗯，进来，进来，进来。自力更生。以后就没妆账号就变成我了。现在那个韩大美已经有趋势要抢走我的这个号，抢走我的这个职业。然后我们开始画那个眼睛，画眼影吧。你懂什么叫眼影吗 ？I know. You know. 你告诉他们什么是眼影啊？你来解释一下。眼睛是画的粉。嗯。你要记着点儿。其实这个眼妆的部分还挺简单的，就是中间。哦，不是，感觉整个眼睛都是眼眶都是黑色的就好了。我也可以。那你只是眼睛要画啊，蘸取一个黑色的眼影，然后要抖掉。抖抖抖，抖抖抖抖抖。闭上。闭眼睛。都闭上，放松。我偷看。放松。咋我？没事。啥就没事儿？扎不死。还能看出个双眼皮儿吗？你哪有双眼皮儿？
看，画太多，往上看。你不会化妆？不要动，往上看。我已经往上看了。要远的自然一点，再画点这些出来的小线条，肯定下笔要肯定。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眼影教学。首先呢，选一支适合自己的笔，先用这把大的，要用这把大的。大哥，他鼻梁没有。往后点，对。蓝光只要翘起来。闭眼睛，眼皮上也画上。给我小笔，来。等等，稍等。我真的太黑了，不够吧？也差不多了。嗯，看月眼，月眼用一个这个，一本正经，一本正经的抖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招课堂，大招美妆课堂，教大家一个什么呢？抖粉。抖。为什么要抖粉呢？因为抖掉多余的粉。对，说的有道理，抖掉多余的粉。我没画好，有点刺刺。你求我呀，你求我，我给你补救一下。你求我呀。哼。求我。我不。承认别人比你优秀有这么难吗？眼眶部位要加深。为什么眼眶要加深？显得比较立体。有，说的还都很有道理哈。为什么要用小手指呢？越演的比较均匀。我觉得我要不要出一个那个，就是男朋友来解说的那个那种妆容视频？你要站起来了吗？没有那么直弯点儿。哎。我想这样的话提不起来啊。你手挡到了视频，挡到了镜头，你快跟他们道歉。你们错了。就往上面下面没有了。哎，我的天，毁掉了这幅作品。你都跑镜头里面是吗？哎呀，我的天哪，大哥，哎呀，丑啊！还得是我来给你拯救一下。成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然后我们现在画鼻头的这个位置，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非常红的然后亮亮的一个唇釉，画一个鼻头，有点不够红吗？就这样点好了。换我嘴巴上这个颜色，给镜头看一下。我帮你吧，大哥，我帮你吧。别动，还是非常不错的。你这画了一个小火焰一样。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画嘴巴的这个位置，这样，然后连到下面，别动。你好像啊你好像个小丑。
嗯，这里我非常喜欢，非常自信的感觉。你脸好长啊，人家都没有你这么长。这叫笔触，刚才我加那一笔。嗯，好了，走。对，没难度。然后他这个就是这个额头上面还是有一道那个红色的线，但是头发盖下来就看不见了，就不知道长什么样。这个妆就大概差不多了吧，嗯，差不多了，除了他比你白之外。然后我准备给他弄头发了，把你的小辫剪下来。他怎么都不敢又粘下来了。我给你喷点那个定妆喷雾吧。动了，眼睛轻轻闭，没事。这一个小夹板，他这个发型就是一个中分嘛，然后是那种有点像有一些细细的那些叫什么来着，哎，就那样吧。但是他的头发太厚了。然后前面的这个位置就是给它这样扭起来，然后再夹。这样夹完之后，它前面就有这种一绺一绺的感觉。对，然后它的后面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小辫儿，就给它扎起来。怎么还困了呢？小丑打哈欠。好了，那今天这个妆就完成了，怎么样？妆就给他们看看你的小辫儿，我觉得你好适合这个妆啊，以后你就天天这个样出去吧，臭美一下吧。我怎么臭美？我臭美，笑，我美还是你美？这是什么鬼？我美？哪比我美？从上到下。一本正经，你做一下那个你的很绅士的那个，看不见。不，你现在就对他们做。这个吗？对。你觉得今天画这个妆怎么样？挺适合我的。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画的。你觉得化妆难吗？不难。飘了。他飘了。好，来也匆匆去，匆匆很，不能相逢。唱啊。我就会三句。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就接近尾声。接近尾声，然后呢，我期待你们下次重逢。你们没有我。为什么没有你了？没有我。然后你们不要忘了多弹幕评论转发，对不对？不对，你让他们给你弹幕评论双击666。好，那就差不多了。其实我也是短时间内不想让他再出现在我的视频中了。根本不是，是我为他的说什么。嗯，是你不想出现在视频中。嗯，好吧，你们就短时间内不要要求他出镜了。好，好，那我。